那三单的给你做好了没？你那个要什么夹心想好了吗？我的吗？啊，我要那个红豆的。红豆的，行，稍微一等啊。给我来那个拉丝的哈，老板。芝士的是吧？嗯。嘞，一个红豆，一个芝士。对。这些炉能给我做吧？做上了。做上了。对。要你这个不用填满啊。不是要放夹心吗？哦，夹心就不用先放满是吧？对。哎，一个芝士哈。嗯。哦，做法还不一样呢。啊，对，他这个都没放，都没要，都是直接放就行。这啥的？山楂碎。哦，你这个就是可加可不加呗，老板。对，它不一样，甜。你那个放的是啥？哦、夹心的贵啊、那个。对呀、啊，肯定的呀，夹心和不夹心它肯定不一样。哦、没事。行行行行行。这就行了。啊，对，你要的哪一个？我要那个芝士的，老板。芝士的，你呢？我的是那红豆的。啊，这个。对。你这能分清哪个是哪个吧？啊，行，头两个是你们的，来，这看不到芯儿了都。我知道，我记得呢，来。哦，行行行，好嘞。嗯，这个你的这一个山楂的。哦，那个是山楂的。对，这山楂的。刚才你放的时候。你那个黑的那啥的？那是黑芝麻的。黑芝麻的。对。我以为你那是火腿肠呢，老板。啊，可不是，就是这种山楂碎。能放火腿肠吗？能放。哦，啥都能放。对。来等啊。